用全歼星合作来打副科的地狱级队伍，成员有剑心、火之柱、斋藤一、高和惠、神谷勋，然后副队长也是选这个剑心。好，这里随便转。只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形走一次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佐治柱吧。叠水珠，好的，水珠非常少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消这一波就可以了。这个没转好，右边这里没有转好。还有一个双龙闪来补送给他。这里也是开个双龙闪，无知无鼠。双龙闪无知无鼠盾来补送给他。这里开个解锁来补送给他。还有佐治柱一步送给他。开佐治柱，叠那个火珠，开这个剑心。
我就选这一个龙槽山，再开神谷君，再开佐助助。应该是直接破盾。哦，还没有破。再开佐助助。开佐助助，好，轻松通关。拙者は流浪に、また流れるでござる。